你们知道我这一把打谁吗？我心态崩了。兄弟们，泽拉斯最难打，妖姬阿卡丽哈，其次就是刀妹亚索。我这把打刀妹，妈的，上厕所。我回来了。哦，卡特也不好打哦，卡特不好打，对。我操！泽拉斯最难打。这个小炮很菜的。泽拉斯最难打，妖姬阿卡丽，然后就是。卡特刀妹亚索，然后就是齐亚娜男刀这些啊。没关系啊，这波血赚。我只能跟你们说，这波血赚。当然是的。操，这个机器人过来了，两级机器人过来抓我，我是。杀猪！我这把很生气的，真的。感觉到了自己的无能。给我一个起来的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发挥。拿两个头，无灯一出，我就起来了，真的。我操！我不小心点到药了。我怎么点到的呀？我操，血亏500。本来就穷的要废了，妈的又雪上加霜。小龙得拿了呀！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.
个慢慢打，真能赢。对面小炮很菜的，他会跳上来，跳上来送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漂亮。一想到他500就心痛啊，兄弟们，真的心痛、啊。我达到 CD 快的话，待会可以提款了。这个死哥跟这个谁就是给我提款了。我这死哥出肉，我是。哥哥，你怎么就这样死掉了呀？我操！我操！我这个一这里是真的傻逼，我以为这里面躲着个鳄鱼呢，会，妈的，鳄鱼从这里出来了，心态崩了。抢我钱！我在抢 EZ 的钱，我差点钱，兄弟。死的有大，别死啊！别死，大龙拿下了，兄弟，撑住啊！我操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下一波。妈的！熬秃头了，真的是。装逼是吧？大龙拿下 ，nice。他开大了，他开大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我操，这么痛啊！感觉可以出个杀人书。走路快点，那需要点移速。那我出了三人数就加了5点法强，好像是吧？如果我出大半的话，我就加了60法强。那三人数可以加移速，然后加5点法穿。
我死了，大龙要没了，兄弟。坏了坏了，我操！他没被收，妈的，吓死我了。你跑啊，王继承！没事没事，影响不大，影响不大。啊，真的，一炮啊！我炸到 CD 好快，58秒，我有这个终极猎人还是挺舒服的。他死了，我说的。我这个废物，他妈五炮中一炮，我还行，把他们 ADC 给逼死了，他一弄 ADC 就要撤退，我发现。结束了，一个 Q， 我操，这谁顶得住啊？我操！刀妹。吃不了我捡进来的帽子还没出，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，说实话。前期真的是被打成傻逼了，已经真的受不了了。后期重拳出击。